在那个本土美术馆看到。那那个装置现场其实比较是那么的有力量，反而是它有唱，所以那个唱，唱是一个非常非常整合性的一个作品的组成，所以反而是印象非常精彩。但是它使用材料是简单到平凡到几乎是一个，今天来说我们觉得刚才好像已经到一个那个现成的阶段，但是它因为那个吟唱那种声音的召唤，让那个平凡故事的背景，就像叶伟俊那个作品的那个故事一样，它赋予它一个一种你帮我照一下这个，帮我照一下这个。爸爸，我要问他这是什么问题。所以事实上那种像他的作品看到那种所谓导的概念，不是面向大的东西，而是分成南澳旅行啊，对台湾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那另外一个黄建宏，他曾经在台北当代出版策划一个叫做《后地方》，地方的地方，他也是思考这个所谓地方作为外挂的概念。那这么简单，可以在那个我上面找到相关的一些。一直告诉我这个。这里就不再交代。好，那这个就是香港的作品，这是台湾到处旅行的，全世界跑来跑去的，所以世界导致这个这里面在充电。所以他们也知道。那有照到这个充电的地方。我也今天跟他比较。你看看这个风，刚刚照的有没有风电？用这个相机注意他的一些好。有哈。这是动画。关，有些程序要关掉。对，但是我不知道他讲什么。这是2001年在工作室的一个指导，的另外一件作品。但各位朋友，观众应该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样，什么状况。好，那差不多。所以这个聚焦呢，也是要求一个微调，就是说在陈光新认为说台湾不应该以中国为例，但我认为刚好相反。比较跟中国的地方知识分子建立紧密的、密切的互动但是我认为说，两岸之间真正这样互动起来的话，也就是说在有批判性的一些知识分子联系成这样的一种合作，应该是有个共同的一个敌人，但是一党合作是共同两个中国呢，就是这个以党来建国，而且想把国家当为党的进来这样的一种政治形态。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只愿意跟中国国民党讨论，不会跟民间讨论原因，非国民党没办法跟他讨论，所谓认同。目前是内战还没结束，我们要先有法先有条件，内战是条结束了，为什么还没结束？这是非常庞杂的细致，我们需要有一些讨论或一些细节的一些陈述的跟分析可能没办法在今天这样一个简短的一个报告里面，各位能够有细谈的问题。那我想回应这个陈光新所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党国体制是两岸共同的民主化必须要去面对解决掉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聚焦于强调在地感知的创作，解放觉知perception这个 perception 这个词的一个艺术的发明不单纯只是一种批判性的知识的结合。也是艺术家实际上也可以跟像是知识分子一样，或是比知识分子更具有弹性，更具有开阔的想象力跟知识的想象力那这是一个要想谈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在地绝对不是一个封闭在一个孤岛里面，而是世界性的在地而且可以地与地之间，在地在经验，也就像胡马力的创作，或是像潘晓雪曾经在这个宜兰。这个地方啊，曾经举办过两三次的一个宜兰的创作实验创作营那么再把这个所谓外国艺术家带到宜兰去，然后做一个主持人，还在花莲地方做了一个礼拜，然后从事创作，然后在那发表，那也是把一个国际全球带到一个小地方，而不是用一个大的一个国家形态去进行全球的一个连接，任何人都可以这么做，比如像那个最近。台湾有个当代艺术家，一个团体叫做台湾当代。那么台湾当代因为中台建设的关系，把那个空间收回去以后，他们跑到泰国去租了一个空间，然后在那做展览。然后他们是大概是每几个月做一次，因为不在那边嘛所以他们的周期是好像是几个月有一次，然后就跑到那边去玩，然后那跑到那边做创作所以他们也跟泰国的当代艺术家进行一个密切的交流所以。所谓全球化不
一定是一种大资本的，它可以透过一些非常非常非常人与之间的，或是一个区域一个在地的关系去进行连接。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展览就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时间线关系，叫模拟地带跟感染地带，这个是在我们的刚才手册里面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样去思考，可以如何从摆脱出去的一个曲线，这个直线。然后呢，也就是说，到做有方法的一个文化途径啊，它要求我们还在台湾的人应该是了解什么叫台湾是这样一个状态，它的一个存在呢，是根据什么样的存在啊，它的法理状态是什么，它的主权状态是什么，在国际法上它是什么，那我们是要去进行自我立法，还要了解如何从这些国际法里面找到一个台湾的主权地方啊，就破我的一个主权化的过程。那这个模拟地带跟感染地带指的是说，我们好像没办法自己用一种直接的一种表态方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主体的一个结构，但是我们好像可以透过模仿的方式，从模仿方式里面找到一些另外一种力量跟声音啊。那这个可以举个例子啊，那这个模仿的方式你要像感染它一样，这是一些林永文作品啊。林永文作品大家知道是非常装饰性的，但是他这些作品我画他的那个台胞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行政，那在成品化啊，很酷，就是非常装饰性的，无关政治痛痒的那些道德标准，冒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有打击的，然后用非常大量绘画啊，然后摆在哪里？摆在这个西藏、新疆边鱼鳞状态啊，这些都是动荡、有点动荡、骚动的地方啊，它可以摆。显然是有政治概念。那这个作品是他做的，他是一个无论马英九当选的时候，本来跟他进行一个个人游行，从电行游行啊，从上海某个地方走到大同游行，然后沿途呢拍照，拍那个书报单上面的报刊杂志封面台湾消息，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选举出来了啊，有小作品，台湾学界消失掉，他的拍，大概20-30张吧，等待那个成品的。信点，那么他们有说什么？他们有说那个展览的标题叫是太阳啊。那我们只要知道他的创作理念，就知道这些作品在进行一个正式的游戏，一个游戏没有毕业啊。所以我跟他说，他好像在进行一个，好像他是一个中国人吧，但是他不是，好像模仿，他好像都被感染到了，好像他是在中国大陆已经在一个工作室。在做创作，那事实上在那个创作里面，事实上还有台湾的一个对台湾做一个主体啊的一种非常含蓄的优美的一种表态啊，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啊，其他更多更多的有趣的例子，包括姚立中的创作、早期的创作啊，那现在已经大家是蛮比较不会解释问题。好，我想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然后做一个结尾，那这些以下我就不读它了啊。好，谢谢各位，如果有更加提问的话。